高木奇在红花商出来打球，结果就他刚才打了歪球嘛，安保第二次人。318运动不会再接球。绿北总州大对决，一旁的傅坤奇可看不下去，立马组成在野联盟，原地反击。你清醒一下，没有的话，我待会把你送医院治疗一下。现在已经是今时今日是何日？你对本局做任何人身攻击，我是跟你讲说哈。应该适可而止啊！国会改革法案还没审，司法法制委员会三总州先过州，但其实前几天同一地点藏埋大战也热闹上演。没有这回事情，我为什么？看到吴思瑶上前抢麦，吴宗宪有备而来，从抽屉拿出无线麦克风，不慌不忙继续讲。一场我有了解一下，大概有八支啊。我会担心霸占主席台没有办法发言，那各位也知道这个议事录，如果你没有用麦克风发言的话，议事录它是不会记进去的。麦克风大富翁，好，对，这是前所未闻。绿委听到超傻眼，吴宗宪提前搜刮，不止抽屉放一支，另外七支全藏自己包包内，议事攻防花招再加一，都用一些道具啊，过去用米粉啊，用水球啦，吼，安尼诶。在立法院的议场哈啊，制造一些纷乱，已经最大党了啊，然后都被永基中哈保守。我不认为说这个叫做阿爸，这个应该回过头去看看，以前执政党是怎么样在审法案的。国会改革法案蓝绿激烈攻防，意味衍生国会乱象。静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